哈哈哈，是 Oreo 的问题。可以啦，是谁的问题？ Oreo 烂嘞、欸，原来是一台电脑的问题。Oreo， 是我的问题。为什么知道是 Oreo 的问题？因为我把它挂掉，然后重开。换我抠就有了。嗨，我。是啊，对啊，啊，我错了。嗯，回味的你。伤到没有？可以。哇 ！I'm playing with you。意思好像直接传上路，上路两个都 TV 都没了。我可以走啊，我可以走。走啊！
了，下路一定会爆。不用理他吗？An enemy has been slain.你要不要直接去西龙啊？走吧，后面十四，反正他们应该那个，你直接西龙就好，比较快。我一个人在等，可是他们有攻击装，还有啊，还有那个海装。下路下路下路，我靠，看起来要出冰心啊！杀了连续好几个暴击，天哪，夸张了！结束了。Puppy 的话要怎么对付啊？就是因为他都放在我身上啊，但是我打不到他。没办法 ，Q 谁谁？我的，真的。我先下路带一下下被卷到实在太伤了。那最主要是那个扑比啊，那个根本没办法，没办法走啊，太麻烦了。没有眼了吗？等会。
知道别的。丛林我觉得很难打哎、欸，哈皮可以随便退墙了呗。嗯，他只要有墙壁就可以退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应该跟着抱怨。啊？什么声音？没有，说今天好奇怪，都开不了那个。哎、欸，你为什么不试那个 YouTube Gaming 啊？哦，那个是不是还不错用？我上路哦。还是你 Jungle 我上路？下路杀到一颗，杀到一个人的话，大概游戏很快就结束了。你说他们吗？对啊，因为范只要六级之前能杀得到那个凯特琳的话，基本上那个凯特琳就打不太赢范。OK。大选。那你不觉得这样子我应该要出那个阿克西啊？我觉得你就。我就专心拢我的、啊，因为就安全一点的蹲下路或是蹲中路吧。嗯，上路我是不会理你的，毕竟爆凯杀不掉。奇怪，我为什么最近扣分扣的多啊？这是神奇的一件事，出什么好嘞？那个 Poopy 我真的要看一下他要怎么改，要怎么那个，可是他好像听说是要已经要那个整个英雄改动吧？对啊，其实也不用管他，没有，其实。他的话就是那时候他一被放啊，就是一被放，所有人完全不要想说要打他，什么都不要想。哦，他一放，我不知道他放谁身上，可能放李优娜吧。对啊，他应该放李优娜。李优娜也不可能打赢他、就是。对啊，所以就是那时候其实应该是前面像譬如说 Valley Break 根本就不要上去，就不要再玩，应该是往后，全部大家往后，至少你死了，我们其他人还是活的。哎呦，真可怕！小强啊，啊，没有啊，只是看到一个人。OK。Minions have spawned.哦，对哦，这个饭不是你，下路都不是我们的人。Let's find some friends。虽然刚刚那个 Valley 不对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这能控制那个伏笔啊。对，我知道。不管出做坦装都没有差、啊。嗯。对，你只能，我觉得坦装是最对的、啊，因为去杀了的伤害还蛮高的。我那时候想说，秀才中期马上已经直接往坛走了。
超痛的。OK。嗯？Some friends. Come play with me. Where are we going?不要最后只有我一个出来啊！有、okay. 点搞笑啊！啊！哦。Let's find some friends.直接开龙，不下来。来哦，来哦，来哦！哇，龙怎么这么痛啊？狂超痛的、啊！我靠！哎干！他 flash 啊，果然还不错。我去上路，还是你要去？我把中路推掉。我是不是被他绑到，我就会死？他还蛮痛的。Come play with me. 哦，过来过来。哎。这么多人啊。你的助攻都没赚到、啊，为什么会突然那么多人啊？刚刚不是上面才一个？没有，因为那个叫谁啊？那个在那个叫什么？李青在我家一直偷吃，一直偷吃，一直偷吃。他一直偷吃，我的红就这样一直被他偷吃掉。哎、欸，我蓝啊，我几乎没有吃过蓝哎、欸。然后就我要去吃蓝的时候，然后因为你跟冒牌打起来。所以他要来救他，然后就被我杀了。我输了50支兵，太夸张了啦！照理说应该很好打的，对啊。
哪有人这样的？Come play with me. This Fresh 好像超会勾的哦。Where are we going? 就很会预判嘛。